欢迎收看大型情感电视连续剧之靓仔们的 Infinity 生存挑战。没错，这就是我们新开的坑，无限末日生存挑战汉化版，关键是汉化版。对于萌新和学渣来说，这个版本的整合包简直是福报啊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进入主题。这是靓仔们，这是波哥。不用介绍，这么熟了，大家找个地方安家先。以我的经验，我们不需要安家，我们只需要找一个井盖。你都有经验了啊？对，我昨天玩了一下，我们只需要找一个井盖，下面就是和平的村民了。不需要安家井盖？对啊，就住在地下的和平村民。喂，不像这个村子，下面这是僵尸村民吧？对对对，我操我操，好多好多好多，赶出来了，快跑快跑快跑，走走走，不要没了。这么多吗？对啊，干他，我操，死了。你要拎着那把刀，按什么是传送啊？按 shift 的加空格。哇操，这么多！撤了撤了撤了，死了！一马一马，太多了，哎，根本打不过。先把他们引开，我们再回去摸点东西。嘿嘿，想不到吧？我们去而复返。这个先撸一点东西啊，什么都没有。那只能在外面摸，里面的怪太多了。我怕。你听，哼，可以做陷阱呢，又不是要硬刚。不怕死。哎，下面还有一个僵尸，先整点木头啊。哎，看错了，还有女巫的声音，淫笑。你们跑去哪里了？怎么看不到人呢？就在旁边。这里面的这个木，先弄点木头，木质工具做不了啊。做点工具啊，什么工具都没有，怎么？鹏哥不是说做不了吗？为什么做不了？不知道啊，这个设定就是这么设定的。你看一下这个无限之书，啊，这个书里面有记载。工具，石头工具呢？石头工具也做不了啊？那我们现在是什么东西都撸不下来啊？我们可以撸点木头，撸点种子去做堆肥桶，做个堆肥桶可以堆出骨块来，骨粉是不是？啊，对，骨粉。那就算了，先走吧。现在是什么难度啊？末日，末日难度了。对呀、啊，好啊，没有想象那么难的。对，他末日这个难度爆出来的东西会好一点。就在旁边，不用找我，我很幸福。贼不走空，吃点挖脆，全都给他撸走，把这些小麦全给他收了。这么多种子，这种子留着呀，用来堆肥。哦，堆肥桶，那就直接做堆肥桶呗。对，有了堆肥桶，我们就可以做工具了。天黑了，我们要不要藏起来啊？藏起来，藏以我们的身份需要藏吗？应该是找一个井盖躲起来，说的委婉一点。来来来，跟我来，走走走，这边这边，挖三填一，挖三填一，挖个毛！怎么说我们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啊？除了波哥，找井盖去吧。找不到呢？找不到就打僵尸啊！井盖，你大晚上去哪走？我操，这蜘蛛，它可以打小白得到骨头，连骨粉都不用堆了。蓝蜘蛛，最近我们打得过吗？我们虽然脆，但是我们这把刀很屌啊！哎，有个小白，砍他砍他！操！我记得是可以做碎石。妈的，这么多人拿箭射我，啊、我 TP 的时间都没有。哎，前面是不是井盖啊？你先跑啊！这么快就找到井盖了？来看一下，看一下。我靠！我操！疯狂射我！我刚刚看到谁上天了？这长得有点像波哥的僵尸啊！井盖，前面前面。来，跟我来，迅捷僵尸！哇操！别亲了，别亲了，好吧。斜杠 TP， 走走走，有点不对呢。看这是不是？这不是井盖，我还得找找。僵尸亡魂？什么亡魂？长得这么难看！哇操，这么多！哇操！居然没把你炸死！这边有一个巨石像，哪里？这不是复活节的石像吗？哦，怎么看起来有点像章鱼哥呀？这是复活节岛的石像，什么章鱼哥呀？好，炸了炸了！干啥？我一来，砍，砍死他们！哦，不对，这是村民。哎，还有个小白在偷袭，偷袭！还有，弄人在射。我们现在干嘛呀？找个地方先藏起来，再苟一苟。走走走，找井盖去。硬刚。天亮了，天亮了。哎，这井盖这么难找的吗？一晚上都没找到。前面是什么？知道啊，
哎，找到了，终于找到了，就这里，传我，传我，传我。OK， 先过去，先过去。学会了刀了，有铁啊。不刀，不刀，没事。那位波哥不想刀吗？波哥是怕死。这书架里面有咒语书，魔法咒语书。有书，这个书有什么用呢？这书用来放魔法呀，但是要做个法杖。做法杖的话，需要用到紫水晶碎片。我们现在没有，现在也可以升级了，可以加对应的属性点。哦，加等级，加，我们现在加什么？要先加等级。对，升完级之后，你看一下后面的这个说明，它有对应不同的属性。等级我们先弄到多少点？能加多少加多少。我建议的话，全部加成韧性，韧性加心。十二级。我加了力量。我加了韧性，这就是我们的基地了，是吧？没错啊，我们找个床先睡一下。堆水桶做不出来呀，堆水桶。你要把那个木板变成木板砖，然后再做。来堆。哎，堆水桶呢？我有很多种子。我也有很多种子，堆得太慢了。没关系，我给视频提个数。搞错了，再来。你们都出去了吗？没有啊，我们在堆肥呀。没看到吗？你刚才看到你们了。对呀，尴尬，看到有个雕模走过去。我靠，谁让你们站在角落里面的？我来堆，我来堆，怎么堆肥呀？看一下，拿着种子右键对着这个堆肥桶就完事。对。Nope。啊！我操！干嘛？波哥这个雕毛堆肥桶给他砍掉了！我操！撸了。这场景是不是有点诡异？还有一个村民在后面，一个村民在后面跟波哥击剑。这村民想干嘛？想对波哥干嘛？这场景有点……我看一下，有点少儿不宜呀、啊。我们现在得到了很多骨粉呢、啊，可以在他这里换钱的。这钱有什么用？钱是用来跟村民交易的，这里面已经不用绿宝石交易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再做两把镐子。OK， 做三把。就不停的堆啊！来，把你的堆完就完事了。来，镐子捡一下，丢给你们了。终于有镐子。OK， 下一步出发去挖矿。捡了，走。哎，发现了一个新的。矿看起来有点哎，看我挖的一个什么下界波哥煤炭。下界波哥煤炭什么意思？不知道啊，你看下界波哥煤炭。我就知道你会说这个小毛。我们现在有铁了，但铁不是很多，还挖了一些乱七八糟的其他矿石。不过我们铜挖的很多啊。对呀、啊，超级多。那我们就人手做一套铜套吧，整一套铜吧。然后我们去探索一下海盗船什么的。OK， 我们现在见人就砍。我看到船了。哦、oh, ，我也看到了。贝奥拉是我们自己人吗？他是一个中立的。是吧？波哥人呢？算了，我们先过去吧。波哥直接传到船上吧。OK， 也行。这个船怎么上去呢？你就掏啊，从底下掏啊。哈啊！过去了没有？还没有。我在下面掏洞。哎哎，来，你先上。不能上、嗯。上不了吗？我们下面得铺个平台呀。我沉底了，我沉到底下来了。好，你先上。Go go go！ 来。哎，我不是有刀吗？看我传送，哎，我传到哪儿了？我操！哎，我怎么下去呢？我操！没了，卡进去了。水一起上上。我还在这里啊，我还在这里。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我还没死。我直接上去，空袭！砍掠夺者，好，砍死一个。你上去干嘛？你上去干嘛？上面人太多了。我都是在下面苟着的。那怎么弄？慢慢掏洞，慢慢掏洞。找到一个突破口，来呀，砍我！怎么突破呢？来了，快下来了！哎，下来一个，一个一个打，一个一个打。
我操我也是，什么呀，你不行了，这么屌啊，这个我别死，没死，我明白了，突破口就是把他们一个一个勾引下来干掉他。哎呦呦，一冒头就被射了一箭。我也不知道我在哪，继续掏。哎哎，不行，不能掏了，太猛了，来这边上去跟他拼了吧，上面人太多了，一人做个盾了，来我又死了，我操他伤害太高了吧，这味道是，哎我可以赖他，哎我想了一个办法，我这个办法太高了，你看两下秒，哎我操，我怎么死了，死光了，完了，这大毛伤害怎么这么高啊，两下人就没了，我感觉是我们这个铜套不太行啊，不能跟他们硬刚，我们要智取，得想想办法。那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觉这一期啥都没干，我们下期再去搞他吧，拜拜。